有什么有什么好喝吗？你可以看看一下这个，这是我们的招牌饮料，是我们的速溶。这样我要准备。就这边啊。哎，早上好。啊，聊你平时那个是吗？哎 ，OK， 好，等我一下啊，没问题。OK， 这是你的。哎 ，Thank you。哎，早上好。飞啊，热的那种。好的，要少钱还是普通？哇，好甜。好，哎，这是你的。啊，两九二。所以不好意思。哇，就这样热啊！我老哎。哦，茶。啊，热的，热的，热的。OK。好 ，OK 了。好。好，我现在来。Hello， 我要炒饭，谢谢。但是我要用这个。哦，你要放在这个里面是吗？啊，对 ，OK。说炒饭热的是炒饭。啊，炒饭好。Thank you。选什么好？不过我要谢谢谁啊？我们的这个咖啡店，因为我是他的老熟客，所以让我拍摄最容易。谢谢，真的谢谢这个咖啡。你们可以过来一下，他们在 Wisma Causeway 这个 building， 你可以用 Great。你们，我不是打广告，我不是有打什么业配什么之类的，我没有啊。你们可以过来这个咖啡来喝茶这样子。他们这里的咖啡很好喝，我跟你们讲，真的好喝，你们可以过来一下，你相信我啊。我的影片到位了，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朋友看。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的话，请记得按 subscribe 把它按下去。如果你是看到订阅，你也按下去，放心，他们四个不要你。如果要要你是，我会拿咖啡来给他们喝，然后乖乖听话，没有啦，骗你们啦。好了，等到我们新的影片，拜拜。